生命无常，对于生命中突如其来的创伤或是意外事故，我们未必总是做足心理准备。台湾于民国103年至104年发生数起社会重大事件，例如民国103年发生在台北的政捷随机杀人事件，以及发生在澎湖马公的复兴航空坠机事件。这些事件之共同点为造成事件当事人、当事人亲友、目睹者以及社会大众之心理创伤。本影片之目的在于介绍职能治疗能为罹患急性压力症患者提供之何种服务。现在请您一起来检查看看，您或周遭亲友是否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出现以下症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个自我测验吧。反复做噩梦，头痛，脑中一再出现创伤事件，失眠，从人群中退缩，极度悲伤，焦虑，愤怒，罪恶感，疲倦感，悲观想法，情绪麻木，例如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没有情绪感觉，无法记得创伤事件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注意力无法集中，无法继续从事有意义的活动，例如不想洗澡，不想照顾小孩，任由小孩哭闹不理。如果您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未曾出现以上症状，那么恭喜您，您已战胜了压力。但是如果出现以上症状未满一个月，那么很有可能您已经罹患了急性压力症。如果症状持续了一个月以上，那么很有可能你已经罹患了创伤后压力症。这时候你很有可能会需要专家的协助来帮助您度过难关。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职能治疗与创伤后压力症的关系。职能治疗就是借着使用有意义的活动来协助生理、心理、发展以及社会功能上有障碍的人，使他们能获得最大的生活独立性。有意义的活动包括任何对个体而言有意义的日常活动，例如日常生活活动、读书、工作、游戏、休闲、社交参与等。创伤后压力症通常会造成个体在感觉处理、认知功能、情绪调节能力上的损伤，使个体无法维持有意义的关系，或是从事有意义的活动，或者是扮演重要角色。职能治疗师通常会对患者执行全面性的评估，以确认他们在功能性表现上的优势与障碍，还有造成他们功能障碍的原因。接着帮助病患选择、安排与参与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职能活动，使这些因为重大创伤事件而心理受伤，致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患者，透过职能复健恢复病前之职能表现与担任之职能角色。视个案需求，个别或团体皆可。例如在个别治疗中，会让病患填写每日活动表，检视各种活动之比例，讨论应对策略。例如在团体治疗中，教导瑜伽活动，放松并调整睡眠。职能治疗师透过使个案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或担任职能角色，借由以上的步骤与介入方法，在过程中与其他专业人员、病患与家属共同合作，协助个案确认因为创伤后压力症所造成之问题，厘清个案需求，并协助个案学习如何在现实生活情境中发展出调适技巧，以因应疾病所造成之功能障碍或角色缺损，使个案能重拾健康与安适感。